哎，眼睛好小啊、哦！嗨，谢谢废群基地的荧光棒。去找点东西涂涂抹抹一下。很闹腾的糖果，因为今天要就是拍一个小视频，然后嘞，他说要穿私服拍嘛，然后我也不知道要穿什么，就随便穿一个。谢谢飞行员弟弟的荧光棒。原本今天8点要录音，但是呢，我今天拍完声写，我就是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但是我就提前把今天要录的音给录完了，然后现在就没事干了，哈哈。我今天录音的时候才发现，如果是八号位的话，我们那首歌八号位是没有分词的，就只有一个副歌。嗨，晚上好。涂涂抹抹，对啊，我下班了，提前下班了，哈哈。我连晚饭也吃完了，都弄完了。但是如果晚上就是助演，就是下个礼拜的助演人齐了的话，那今天晚上可能就是要排个助演。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他最早定的时间都在10点吗？还早。还早，问题不大，就是有可能排，也有可能不排，就看着吧。等通知就完事儿了。嗨，做检查要这么久啊？哦，我想起来，我周一做的检查还没看报告呢。谢谢钢铁猛一的玫瑰花，谢谢展寒的迷雾胸针，谢谢你。谢谢小恩的平安果，谢谢。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了没有，没有看呢，还没看呢。
今天有没有刷睫毛膏？我好懒啊，都不刷睫毛膏。但是我感觉有时候刷了睫毛膏，反而眼睛更小了，黄黄的。涂的太厚了，很好，还好还好。因为打腮红就是要笑着打，才不会奇怪嘛。下班了为什么要化妆？因为这样可以显得眼睛大一点。对，可以显得眼睛大一点。总感觉吃个饭回来妆都要掉完了。今天带妆有8个小时了吧。对呀，美美的直播。够不够红？的涂点亮晶晶。好像看不出来。本来哪里大眼睛大。眼睛不大吗？我画完了还不大吗？不大，那你们就得拿个放大镜看直播，这样就可以显得我眼睛大。我怎么了？我还不能说我眼睛大了。这样刘海往下一点，可能就能大一点了吧。哦，对了，我们收到那个明天的流程通知了，然后来，哦，我们是2点钟到那，然后去到那里就走台，走一个台之后就开始游园了。游到，我也不知道游到什么时候。等一下，我看一下哈。谢谢斯莱特林的10个玫瑰花。明天。我们第一个节目在6:40。6:40。但是就是从6:30就已经出发去舞台的地方，然后
6:40轮到我们的第一个节目，但是我们前面的节目应该是6:30就开始了。6:30开始舞台，然后我们的节目在6:40。然后先唱两首歌，先跳两首歌，然后再一个 MC， 然后休息一下，再跳一首歌。直播啊，不知道哎，不知道有没有直播哎，不晓得。我们2点钟去，然后到6点多，是多少个小时？2、3、4、5、6，4个多小时，那就是游园游4个多小时。跳完就走了吗？跳完就走了吗？是个什么问题？嗯，7:30结束，7:30结束所有的活动，所以就7:30结束。应该算7:30结束吧。嗨。涂个紫色，我真的好闲啊！我今天我还拿小马的手机拍照，然后又拿方琦的手机拍照，到处拍。晚上没课，因为今天那个。要生今这个礼拜生诞的人要去剧场彩排，所以就要么就昨天排完，要么就今天上午排，所以下午就没有事了。我们四班昨天晚上排了嘛，今天就不排。排的话人也不够啊。你说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越画越丑了，感觉，哈哈，越画越丑了。下次不涂紫色。抹点啥呢？播完睡觉，播到几点？播到明天。播到明天，播完睡觉。
说话算话不算不算，随口说说。我有紫色的笔，那个是又可以画眼睛了。有区别吗？有。有吧，有区别。不要，不要直播写作。他好像也没水了。谢谢 GAZ 的迷雾胸针，谢谢。大家晚上都吃的啥呀？我今天我和冯斌两个人去。去东南亚菜的餐厅吃日料。对，去吃日料。然后冯斌又打包了一个面，一个辣的面到店里。谢谢没脱裤子的麋鹿胸针，好吃吗？感觉那个日料挺好吃，就是很贵。屏幕画看不清也没关系，没有关系，随便画画。我们本来想的就是去那个东南亚菜，吃东南亚菜比较汤汤水水、酸酸辣辣一点。然后结果啊，好家伙，去到就只有粉和饭，然后汤就只有一个汤，只有一个冬阴功汤，它好像还不配粉和饭，就是去了个寂寞。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面，然后剩下就是从别的店打包过去吃。老板没把我们赶走，因为我们在店里也点了一份粉嘛，点了一个粉，所以他不能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也是客人了，对吧？越坏越奇怪，坏了。谢谢嘴嘴嘴的巧克力，谢谢你。昨天的剩饭，剩了啥？不会只有白米饭吧？是。今天吃昨天晚上的白米饭。我昨天晚上也剩了粥，还没有吃，剩了好几碗，大小半锅吧，小半锅粥。你们晚上都能干点啥呢？感觉晚上没事干就很无聊。
涂100层眼影。还没吃饭，笑死了！今天有个粉丝问我说，说昨天我和婉婉去吃大排档，叫什么名字？好吃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说昨天去了哪里哪里吃，然后我说不要，千万不要点，昨天让我离开房间那个螃蟹，因为它没有肉。然后，他就说好的，我今天准备换一家吃，不去那里吃了。对，就是我说完之后，他就说不去那里吃了。我说这改主意改的也太快了，就是差一条翻牌。我是不是就是帮那个那家店的老板赶走了一桌客人？谢谢大 K 的10个巧克力，谢谢你。本来想吃螃蟹，我也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吃螃蟹才，但是昨天吃那个螃蟹真的太水了。都没有肉，他说姜葱炒杂蟹，然后真的太水了。射箭好玩吗？好吃的菜，我喜欢去大排档吃姜撞奶。我去吃姜撞奶，吃了两碗呢，昨天吃了两碗。就是店里也有服务员顺便做甜品，然后其他的主要是应该算便宜吧，就是那铁板猪身肠26块，好像是26块。要是你要是去那茶餐厅吃，那不得50多60多一份，对吧？而且它里面的肠还不一定有那里多。螃蟹，我看那个就是普普超市上面也有卖呀。普普超市差不多9块多一只好像，但是是那种小只的，因为很方便，它就在我们附近，然后它送过来也就10几20分钟，而且它那
给你们看看散粉。我真的是太无聊了。看，这是这种叫散粉，就是跟面粉一样，跟面粉一样的叫散粉，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叫散粉，知道了吧？没加应援会的粉，对，也是散粉。然后还有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胡椒粉，对，这个叫胡椒粉。是吧？白色胡椒粉，白胡椒粉。但是他不能吃，我知道了，就是以后找不到定妆的东西的时候，就去抹一个胡椒粉。对，就拿刷子粘，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刷子，就是这样，那它就是这样子。但是拿粉扑也可以。就随便啦，随便啦，对吧？谢谢王子姐的荧光棒。总觉得很奇怪，看久了就觉得。无聊，因为美食博主今天吃饱了，吃饱了，涂个口红。现在用不到，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呢，对吧？说不定呢。你看，你们看，之前学到了怎么戴假发，现在学到了怎么用散粉，然后还学到了怎么涂口红，对吧？那四舍五入凑一凑，哎，就可以女装了，是不是？就是
无论用不用得上，就先学着嘛，就是技能多了也不亏呀。真的吗？你平时也化妆啊？我怎么发现不了？不是女装不能去，不是女装，不是女装也是可以去的，要不然怕到时候没人来，不是。怎么？你见过在那女装吗？你们就不用就是互相推脱、互相牵上了，你们可以三个一块儿，对吧？三个一块儿还有伴呢，今天也没有太早吧，大家不应该都下班了吗？朝九晚五。绿色，它不会在幽灵的时候就掉完了吧？我觉得它要掉完了，这一节都开始变黄了，能看得出来吗？这一节都开始变黄，然后这里还是绿绿的，然后这里也是，又是一节，不知道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呢？掉完再染绿，掉完再绿，但是再补一次应该补不到上个月那种颜色了，因为那个颜色要漂了才能上色，但是现在都不给漂，它给我的头发越染越深。黑头发，不啊，我去年才黑，我去年被就是去海口的时候不是才被拉了染回黑色了吗？对吧？主要是一变成黑头发，然后你之后再染别的就染不了了。还没见过，怎么就还没见过？因为染了黑色，它就上不去其他颜色了嘛。你总不能你要是就是往一个黑色上面涂，不管涂什么颜色，它都还是黑色啊，看不出来。我头发因为夹了玉米须，所以就可以看起来变多。
你们知道什么是玉米须吗？看不到。好了，看不到。嗯，看不出来了。就是这上面最层头发底下，就是最层头发撩起来，然后里面给它垫卷，就是小小的卷。我头发太容易直了，跟我一样，就是卷了也是白卷。对，嗯，所以就是看不出来了已经。对啊，就是我现在撩起来我都看不到了，对吧？你们看得出来哪里垫过吗？没有，看不出来。会，就是我会被各种各样的人问，就是我每次只要洗完头出门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有人问我，他说你头发是不是拉直过？但是其实没有。从来都不拉直，我就算就是平时上公演弄那个卷发，就是这一节弄那种卷发，长头发的时候，长头发的时候弄卷发，然后我可能跳完前四首，它就开始变直了，对，就是我头发是那种很容易直。就是会经常被人问是不是拉直过，拉直多没意思啊。乱整。烫多了就会，对，发质会变差，但是发质变差的同时它就可以变得越毛躁，越来越毛躁呢就看起来头发变多。知道了吧。就是如果你想你头发看起来变多哈，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头发就是变得糟糕一点，然后它就是越干枯越毛躁，它看起来就越多。像我以前就是头发特别特别柔顺，然后又很细又很软又很直，然后它就看起来就会很少。生发液就是我一直都。就是想不起来要用它。我想不起来要用它，所以就是可能用三天，就是能记得起来用三天，然后三天之后可能就不记得要用了，然后就一直在那放着。公演，我公演每周都在啊，每周都在。一般发质变差不是就是伤发尾而已，很少伤发根吧。哦，我昨天看到有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掉发，你就这样子，然后看有没有头发，哎，有没有头发？对，说明我不是那种掉发体质，但是呢。就是我是就是他本来就少，和掉不掉发没有关系。你看我这样子也不掉发，掉了一根，重来。你看这次就没有。
对，所以说明我不是那样。我不掉发了。什么都没发生。就是还没有掉到那个量。对，就是如果你这样子用五个手指这样子薅两下，然后好像超过多少根就是那种掉发体质。对，我掉的还好。等直播等睡着了，有这么久吗？然后我发现就是如果把这里电蓬了，它就会显得脑袋很大，就是显得脸很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横的，然后一个竖的，然后如果它不蓬的话，它就是。就是尖尖的，它就是尖尖的了，对吧？它就脑壳就没那么大了，对吧？这样子。谢谢小尾巴的奶茶。就是头发蓬一点就显得脸小一点。谢谢小尾巴的玫瑰花。哇哦，谢谢南风不知意的圣诞卡，谢谢你。谢谢你。灰色的。谢谢王子姐的荧光棒。遮脸吗？我要是长头发的话，就很喜欢弄遮脸嘛，就是很喜欢露出我的耳朵，因为感觉露耳朵要显得脸没那么大，是吧？但是好秃啊。但是好秃，就是这么看我的脸就到这儿，然后这边这么看就显得我的脸到这儿。是不是？不敢看侧面。你看冬天就很烦，梳个头就开始静电。露耳朵看着聪明点，那你就不看，你不看的时候的话就绝顶聪明。不看的时候也很聪明。我们年后换公演，我们指的是谁？
There's an airplane in the sky with a banner right behind. 我怎么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你？要换成什么画面？新的还是旧的还是十八闪？嗨，晚上。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要换工业？哪里来的消息？这就是投个对歌吧。耳朵，对，我也还没听过这个消息呢。问号，对，大家都竖起了耳朵。耳朵。这个星期好像都没有返场了，是不是？为什么到这个星期就没返场了呢？是本来就没有吗？哦，对，这周有不锈钢，但是这周因为杨元圣诞可能，杨元圣诞是啥时候？哦，对，因为杨元要忙圣诞，然后这周可能只有一场不锈钢，然后一场 NSL 这样。但是具体是哪一场不锈钢，哪一场 NSL 呢？不知道。对，不止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告诉我。原本应该是这周有两场，然后两场都是不锈钢嘛，但是因为杨元忙圣诞，所以就一场不锈钢一场 NSL， 但是没说哪一场不锈钢哪一场 NSL。不光是句句拆盲盒，就是我也在拆盲盒，我也在拆盲盒，对，然后跳 NSL 的人也在拆盲盒。返场，对啊，返场是鼓励大家投对歌。为什么这周没有不用返场了？是因为就是老少俱俱投了对歌，所以有对歌了就不用投对歌了吗？对吧？这么一听，是不是感觉好像没什么毛病？
提名的前三名，就是对歌的前三名，不管多少票，只要有对歌，然后就可以跳复刻，是这个意思。今天去录音哦，录了，就是好像就是幸好是就是是倒数第二个位置，不是倒数第一个位置。然后今天去录音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他给的那个就是歌词分词表，就是给的那个分词发下来，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是八人去嘛，然后但是今天给的分词只有七个人，然后哥哥都以为是就是是不是少了一个人的分词，是不是搞错了，然后又去看了一遍，然后最后发现就是最后一个顺位是没有分词的，它只有副歌。对，最后一个没有分词。然后我是倒数第二个，对，就是前期都有分词，然后前二的分词比较多，然后后面都是两人一句两人一句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没有分词，就是。一开始就是录音的哥哥也以为是分词搞错了，然后去看了一遍才知道，就是分词没搞错，是最后一个没有副歌啊，不对，最后一个没有分词，我还是有两句分词了，两句，对，我还是有两句分词的。嗨，晚上好久不见，天哪，你都从一级长到七级了耶哇哦，那怎么不记得你呢？虽然也不知道你长啥样，ID 还是能记得到。对啊，就是在我这里就是一二三级，对，然后去外面溜了一圈回来，然后再回来就七级了，哇，牛啊！什么这等好事，这是邓欢记仇了，知道吧，邓欢开始记仇了还好你来的时候就是大王什么时候就是升级一下涨个等级记仇不止七秒，记仇，对，
记仇记七个等级。小尾巴来的时候是六级。还好你来的时候就是三级，你来的时候是三级，然后你现在还是三级，你不应该反省一下吗？是吧？胖子，胖子可自豪了，幸好我来的时候是三级，就是，就是送你一个白眼好不好，送你一个白眼。什么？你怎么就没来过了？感觉越晚越热闹呢，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就是，不睡觉的人。楼上的太困，然后楼下的刚睡醒，我吓死了。感觉有那种欢喜冤家，欢喜冤家，像欢喜冤家，一个太困，一个刚睡醒。我几点睡？2:16，哎，我睡觉还八六，睡觉还八个小时，那是我是几点睡？8、9、10、11、12、13，偶尔4点。2班就够了吧。偶尔什么偶尔早睡还是偶尔晚睡。偶尔4点，经常呢，经常是7点。偶尔是4点，经常通宵才怪嘞，我才没有经常通宵。你们看到的时候肯定是我早起的时候，对，才不是我还没有睡，才不是我通宵的时候嘞。有东西烦，能烦什么呢？烦每天见不到我。明天2点到，然后走完台就可以就开始游园了。口袋冒泡，冒泡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只知道发个小太阳。
可是我现在也就是也有发小太阳。我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就是不是晚上出去吃饭嘛，然后看到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挺好看的，就是那种又亮，然后那个形状又很明显，然后又没有什么乌云挡着。太阳有时候太阳也还没下山吧。睡觉之前是不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是吗？早安，然后大家就哎，等会说完早安之后就消失了，他是不是去睡觉了？是这样的吗？哎呀，我就不能就是去排练去了嘛，对吧？去排练也没有空玩手机。就是能睡回笼觉的时候一定要睡个回笼觉，要不然你想睡回笼觉的时候就没得睡了，知道吧？你看，像明天去长隆上班，对吧？去长隆上班，你看想睡回笼觉都没得睡，所以能睡回笼觉的时候就得多睡一点，要不然就没得睡了。走在笼里不是啊，这一睡不起，起不来呀，起不来。谢谢幽灵漫步的荧光棒，谢谢你，就我决定坐到这上面了。总感觉离得太近显得我头大。谢谢西瓜的平安。显腿长，才不是显腿粗，显腿长，远的，没事，我里面有裤子的，怕啥？我里面有裤子，我都不怕，我里面有裤子的。为了避免大家就是过分的幻想，就是想太多，不要想太多。那我就拿个毯子盖一盖吧。再远一点，我也戴个望远镜。确实，这样看弹幕好难啊。我在说，怕你们觉得我里面没有裤子，但是里面有裤子，是这个意思。
裙子毯子，哦，毯子，毯子是上上年 B 五零的时候的毯子。这毯子，毯子还挺好看的。看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是吧，还挺可爱的。我平时睡沙发的时候就开这个。对，我平时睡沙发就开这个。还挺好用的。我不冷，不出门的话不冷，出门的话就还是会有点冷。我今天去，就是中午出发去做造型了，就是去，然后我就是直接这样子一个短袖出门的，就直接这样子出去，对，就还好。然后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冷了，就是看上去好冷，赶紧回去，然后就挽着他的手赶紧回来。谢谢三生石的青丘小熊，谢谢你的小熊。我觉得我这个脸在长就要跟 Hello Kitty 一个样了。像不像？横着长的。谢谢幽灵漫步的圣诞帽。我比较可爱，夸我可爱的人比较可爱。夸我可爱的人比较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布丁狗怎么又开始布丁狗了？你就想着布丁狗。是吧，他就想着布丁狗，他脑子里都是布丁狗。谢谢天草的两个荧光棒，谢谢。你们看，就是明明两个这么大的 Hello Kitty 放在这儿，然后它的关注点就只有这个小小的布丁狗，它脑子里都是布丁狗。是吧，他脑子里都是布丁狗。哦，他不说都不知道那是个布丁狗。是吧，你看普通人都不知道那是个布丁狗，只有大饼知道那是个布丁狗。所以到底是谁敏感呢？哎，我不说。
我不说是谁，是谁敏感，我才不敏感。嗯，我没有流氓图。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个布丁猫。对，它其实是个布丁猫。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爪子是个猫爪子，对吧？但是在我知道它是个布丁猫之前，我也不知道它是个布丁猫。我以为它是个布丁老虎。对，我以为它是个布丁老虎，因为这上面你看这个背后就是个老虎啊，对不对？对，所以，对啊，这不就是很明显是个老虎吗？但是它偏偏要是，就是它那个，就是它偏偏那个就是它有个那个标签，它标签上面都是那种小鱼干啊什么的，猫爪子，对。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个那个布丁猫，不是布丁老虎啊。笑死。装成布丁狗的猫，装成，哎，我也不知道谁装谁，反正就是爪子是猫的狗，就是长成猫形状的狗，对，但是不管它是猫还是狗还是老虎，它就是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可爱。毕竟它长着一张就是布丁狗的脸，它就很可爱。妈妈妈。老虎怎么了？就是小老虎，对，小猫带小铃铛，大老虎就给它带个大铃铛了。谁规定老虎不能带铃铛？脊推就是部分脊推，对，就是大家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被猫抓上的多，为什么？猫猫比较不听话吗？对，每个都是不同的个体。不管是黄狗还是白狗，都很可爱。这不就是黄狗了吗？黄狗，玉桂狗就是白狗。对，就是都很可爱。每日首推就是以后就可以搞个那个抽签，就是今日有缘成缘。是吧？黑狗、趴下狗还是企鹅？
什么什么什么不让抽新的，我没看懂。他是不是应该就是待在我的篮子里？我觉得他应该待在我的框框里面，然后让他变成一个框框，不是？待在我的框框里面。我的框，看我的框，是不是黑企鹅？我以为你要说酷企鹅，黑色的就想到了酷企鹅。因为要是把这些全部放上，我就没有地方睡觉了，知道吧？这就变成他们的床了，就不是我的床了。这个好像还可以换衣服，这个可以给他脱衣服，脱衣服。可是他的衣服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就是可以给他换一身衣服，对，他可以换衣服。然后还有个小的 Hello Kitty， 他脸都灰了，脸都灰了。没有，我就想给他换个衣服嘛，他有就是想给你们展示一下他的漂亮衣服，对。我的床头有 Hello Kitty 来着 ，Hello Kitty 看着我睡觉。这个光卖不到三位数。那王子的兔子，我之前可喜欢，就是把这个兔子丢给正南玩了。正南玩的可开心了，就我觉得他很适合给猫猫玩。对，早知道就是下次就应该把这个带回去给那个外婆家的狗玩，对吧？很适合。这个是个大笨象。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个啥，有人知道这是个啥吗？没嘴巴，它也没有嘴巴。我感觉它很像那个你看它是个光头，它是个什么游戏里面的？对，它是个光头。你看，它没有头发。它是个伪装成兔子的光头。就是意思是等哪一天都会变成光头了，就要找一个那兔子头套戴一戴，然后就可以变成这样。谁属兔？他属兔。发现我就没有就是布丁狗的东西，就是应该是唯一一个布丁狗的。手工的，
吃吧。手工兔子。哦，这个还可以解开。夏天，这是夏天，戴上就是冬天。哎，解开蝴蝶结。哎呀，他怎么一边唱一边转啊？回不去了。就这，我觉得它也很适合给猫玩，就很像那种猫抓板，有没有？就很像那种猫抓板，很适合给猫，很适合给猫玩。就是猫见到这么可爱的小兔子，应该也很喜欢吧。兔子，不是，就是刚好我这里的兔子都很适合给猫玩，就是这个兔子长得很适合给猫玩，不是所有的兔子都适合给猫玩的，真的。你看这种一看就也很适合给猫玩，对吧？抓起来就肯定也很好抓。你看这种兔子就不好抓呀。对吧？你看这个兔子抓起来，呸！这个兔子抓起来就不好抓。你看这是有什么地方抓呢？我要把这个兔子留着，然后以后带回去给狗玩。它真的很适合给猫猫、给狗狗玩，你们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就很适合。它真的很可爱，对，肯定猫猫狗狗也会觉得很可爱，对吧？对吧？算了，把这个丢出来。把这个也丢出来，就可以跟这个对称了，对不对？对不上去。和狗一起玩玩具，不知道，就是丢过去，然后叫喜欢来。就是跟狗狗玩飞碟，丢过去，快丢过来。那怎么玩？就是跟他拔河吗？好惨哦，就是没有一只公仔可以从狗狗嘴里活着出来。谢谢姐姐熬的荧光棒。看过《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还行。现在到第几部？第三部。我就只知道它到第三部，有第四部吗？面具戴口罩。不
然公仔晚上等你睡着了就要报复你。那跟那个什么博物馆奇幻夜差不多吧，对吧？闭馆的时候，然后那恐龙就跑出来了。狗会拔得更开心，那你呢？狗狗更开心了，那你呢？我之前就是去外公家里，然后他好像只怕我外公，然后都不怕我。然后他老是，我感觉他老是醒来咬我的手。外公要养狗狗，然后舅妈跟外婆都不想养，然后就说那要怎么处置它呢？如果不养的话，然后外婆就说不如把它炖了吧，把它煮了吧，狗肉包。他想，就是那狗狗想跟我玩，可是我又怕它咬到我，对，我怕它咬我，就只敢就是摸摸它的头，然后我这样摸着，然后它就啊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把手缩开，我怕它咬我。真的吗？我的疫苗可以让狗咬半年。你是认真的吗？要是这样，就是我反而没那么怕。对，我主要是怕，就是不想打针而已。真的呀，没打完的也可以吗？啊，那就算了吧，那算了，下次再说。我也不知道他养了多久，问了，好像也没有听到，然后没有告诉我。有事，他不是什么潜伏期多少多少年吗？是这样吗？然后是不是不咬人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有事儿了？而且就是外公家里的狗肯定是不会打针的，因为他们没有种要打针的概念。对，所以外公家的狗肯定是不打针的，没有打过针，肯定是就是从菜市场买回来就这样的。
很少有狂犬病。从小玩到大，我也不知道他们养了多久，不晓得。你们看这个公仔有头发，它被我玩多了会不会变秃头？也没有这一层。算了，反正我见到那个狗狗，就是下次见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它还就是变成狗肉包了没有。上次见的可能是，但是如果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外公的同意，然后他们应该是不会私自把它就是拿去做狗肉包的，除非我外公也觉得无所谓。而且以前就是除了抓回来的鱼会被吃掉以外，抓回来的鱼什么乌龟甲鱼会被吃掉以外，好像我印象中没有过就是家里养的狗要被吃掉的印象，没有这种印象，所以应该不会被吃掉吧。谢谢废弃元气机的荧光棒，谢谢。对，应该不会被吃掉。而且就是以前外公船上会养狗，就是养狗看船，然后以前养的狗好像也没有说要变成狗肉包，应该都是就是。感冒还是怎么样病死的，就是没有说要把看船的狗变成狗肉包。我猜它可能不会变成狗肉包。是吧，真的很好看，它长得好看。不仅人要看颜值，狗狗也要看颜值，好惨啊。谢谢23度的糖果。甲鱼不就是用来吃的吗？10:30排练。甲鱼就是灰色的嘛，然后那个背上没有花纹，乌龟就是有花纹的。我不敢吃甲鱼，太奇怪了。
不吃甲。嗯，它长太丑了，不敢吃。我不敢吃。大号礼物，没毛病，我就是你们的礼物。对，我就是你们的礼物。你看，蝴蝶结，大号礼物，没毛病。是吧？我连龟苓膏都不怎么敢吃，还是因为就是龟苓膏里面没有龟，就是看不到龟我才敢吃龟苓膏，要不然我都不敢吃。就想想煮乌龟耶，这多恐怖啊！哇，谢谢三生石的圣诞树，谢谢你。谢谢你的圣诞树。对啊，甲鱼叫水鱼一样的。大号什么爱心礼物进攻观赏什么的。你是说我这个礼物仅供观赏，还是说圣诞树仅供观赏？可是龟苓膏就是要有乌龟才是真正的。正宗的龟苓膏啊。怎么还想拆礼物吗？拆礼物看。不是，这是个。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对，没有电了，没电了，充上电了，现在，不是，是没电了，对。哎呀，这个凳子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我被风，我怎么可能被风呢？我这么遵纪守法的人，我遵纪守法。我不就是拆了个礼物吗？对吧，拆了个礼物。就听我解释好吧，这只是个装饰袋。它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对。我把它绑到前面来。
是可以看得到的吧，对吧？拆礼物。他又不管松紧，对吧？他没有什么用处。只是就是绑在后面好看一点。后面的蝴蝶结是可以拆的。没有，是没电了，没电。乱着，乱着。就是绑后面好看一点嘛。嗨。凑个整吧，凑个整。我的主意，应该算预习呢还是复习呢？算预习吧。既然是下周的排练，那就算预习。方琦有助演吗？我不知道。刚黑屏好久，因为刚没电关机了。他晚点要干嘛？他晚点要助演排练。又没有放弃。是没电了，是没电了，没电了，没电了。谢谢徐行列车的平安果，谢谢你。东方是良好市民，好吗？祝我平安，下次不会说了。我本来也没有被封直播，搞得我好像真的被封直播一样。谢谢，斯莱特林的20个巧克力，谢谢你。谢谢幽灵漫步的一个荧光棒，谢谢你。真的，你不信再加一次。是没电了，真的是没电了。我现在边充边播的才2%的电呢。我都已经拆完又绑回去了呢。这不是好好的吗？
不拆了。不拆了，就是以同一个直播间里面就是来来回回都干一样的事情，那不是挺无聊的吗？对吧，挺无聊的。就像就是每次刚开直播的时候，就总不可能从开头到结尾一直说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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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就像复读机，没有，就很没有意思。呀、招财猫，招财猫真的能招财吗？摇手是怎么摇？摇手是这样子摇，还是这样子摇？那看摇手到底是怎么个摇法，对吧？我以前老是感觉好立刻跟阿华田是差不多味道的，就是差不多一个等级的好喝，但是现在感觉还是阿华田可以。阿华田就是阿华田，阿华田是什么呢？它算什么呢？谷物饮料应该算什么呢？哦，好立刻，立正的立，刻是一刻两刻的刻。对，好立刻是怎么写？对，还有一个叫美露，反而就是这三个都是小时候会喝的，反而是就是以前吴雨霏说的那个乐高，我好像没有喝过。谢谢三生石的圣诞帽，谢谢。感觉阿华田跟美露喝起来味道还挺像。好立刻现在不怎么喝了，很少。我想起来，就是之前买那个阿华田的套装，就是
一个那个麦片，加一个那个冲剂，然后还有一罐那个抹面包的酱，巧克力酱，就是，然后他买什么东西，然后又送了我一个酱，然后那个酱我到现在没吃完。吃了好久都没有吃完，我怕一会儿又给它放过期的。这里有没有阿华田的忠实粉？感觉他不管做什么都很好吃，而且我很不喜欢，就是外面做呢，就是他卖一杯阿华田十几块钱，然后他还做的味道很淡，感觉很成水。很甜吗？我觉得还好啊，如果冲的不够，就是那个粉冲的不够多就不好喝了，而且不要弄另外加糖的，就是不要买那另外加糖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全部那个阿华田冲的才好喝。为什么给我推这个歌？我现在就是凡是声乐课唱过的歌我都不想再听了，就是不想再听到声乐课唱的歌了。计划着见你，安排明天见你。声乐课，因为不是所有的课都是直播课呀，不是所有的课都是公开课，所以你们没听过也很正常。哦，你们意思是就是老师布置的歌你们没听过是吗？我们也没听过，好巧。老师这周就是给的歌单我一首都没听过。我连他的歌名我都记不住。老师要是不发就是这周的歌单的话，就是压根儿一个歌都想不起来。以后还会放出来吗？啊，不一定。什么叫好歌精选？谁的好歌精选？哦，那个 Unit 歌单出来了，11号是不锈钢，12号是 NACL。所以我就是周六吗？周六不锈钢，周日就不是我了，周日就是 NSL 了。12号。那也就换了一首歌呀。
也只换了我呀，为什么呢？那和杨宇原声带有什么关系啊？杨宇原没有换啊。选歌吧，不知道，反正就是按老师的爱好选歌。对，这周没有返场，这周没返场。嗯，我看我对比了一下那个这周的 unit， 就只换了我而已，只换了我和张舒宇，其他的人都一样。嗯，但是还是只跳一场，只跳一场。嗯，哎，晚上。哦，我知道了，因为杨宇原是 NSL 比较上的。谢谢被青年基地的一个荧光棒。之前轩老师放歌的时候，我就是经常以为，就是是不是因为我太跟不上时代潮流了，网速太慢了，就是老师放的歌没有听过，然后后面发现好像大家都没有听过，就是跟我网速慢没啥关系。难度高不高？我也不知道，它算难度高还是不算难度高？谢谢秋好的玫瑰花。眯也眯不了多久，等一会儿眯了十几分钟，然后再起来。更困了，那就起不来了，一睡就很容易起不来，就要赖床，越睡越困。晚上，现在不就是晚上了吗？我争取今天晚上睡。争取今天晚上睡，争取不在明天睡。排练肯定没有直播啊，生蛋排练怎么可能会有直播呢？要是
要是是那样直播，那不就都知道跳什么歌？因为要等剧场彩排的人回来才能有空凑到一块，就是有一些人现在还在剧场彩排吧，估计要等他们回来。就是每个人时间不一样呀。明天下午可能1点多出发，可能1点出发。提前做造型，那中午就要起床了。中午就要起床。真的睡3个小时，我中午起床，中午假设12点，12点叫中午，3个小时，那我岂不是6点钟才睡？呸，9点钟，9、10、11、12，对，9点钟睡，不可能，我不可能9点钟才睡。对，等会上班是不可能不起床的。对，要上班的时候就是起不来也会起的，就会努力起床。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肯定的。每天叫醒你的是梦想，好巧，每天叫醒我的也是梦想。梦想，不，我最近都在做噩梦。没有在做什么好，就是好玩的梦。就是都不好玩。就是有时候要是做到好玩的梦，可能醒来还记得，然后就很开心。但是做到梦不好玩，就是那就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自己想一下，我昨天做梦梦到了什么来着，就没有必要。梦里面我就是噩梦。可是有时候就是做到一些有意思的梦，然后又很好玩，然后可是醒来之后呢，那个好玩的梦就不记得了，然后也会觉得很可惜。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就是邓焕在梦里可有文化了。就是什么念诗啊什么的，然后现场做诗，就是张口就来。
信手拈来，然后随便一写就是一篇好文章。然后结果就是我在梦里都我在梦里都就是觉得天哪，原来我这么有文化，就是我脑子这么好使的吗？就是在梦里也觉得就是很有文化。对，醒来发现我梦里的词我都不记得了，无语。就是按理来说，你既然在梦里可以就是想得出来这么好的诗词，对吧？那就是你现实中的你跟梦里的你是共用一个脑子的，对不对？怎么会就是醒来就不知道就是怎么写了呢？就是不知就醒来就没有文化，就会觉得很可惜。就天哪，就是怎么醒来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是在梦里的时候会觉得说天哪，原来我也有就是脑子可以这么灵光这么好使的时候。我以前也试过，就是把梦记下来，就是比如说下就是深圳下雪了，有一天梦到深圳下雪了，然后什么在学校里面，然后呢我要从学校回家，然后这个时候呢跟我的同学一块走就跟我同学一块走，然后呢梦里还就是同学请我吃榴莲，我的榴莲都还没吃完我就醒了就是当时吃榴莲就有种吃在冬天吃烤红薯的感觉，你们知道吗？就很幸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榴莲吃出了一种烤红薯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挺温暖的，但是榴莲明明不是热的呀，怎么有烤红薯的感觉？就是一边下着雪，然后一边同学请我吃榴莲，那我气死了！我醒来之后，就是梦里的榴莲还没有吃完，就是才吃了几口。太可惜了，但马来西亚的榴莲真的吗？有机会是什么时候？不会是明年或者大后年吧？有机会就是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就是都不知道我毕业了没有。对，果然就是剧都是就是说说而已。就是说出来让邓欢做个梦开心一下，对。是吧。鱿鱼加芝士和榴莲不会很奇怪吗？鱿鱼这么咸咸的。对吧？就是，哎，辛苦了，剧剧们每天就是在口袋里面逗我开心，逗我开心啊，好辛苦。
前芝士就是奶酪呀，小孩子吃的奶酪。想象不出来，就是感觉又甜又咸的。哦，芝士和榴莲是搅在一块儿的。椰子鸡不甜，沾了酱之后就不甜了。我昨天才刷 B 站，刷到就是怎么自制漏奶华，然后我兴奋的就是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阿华田用完了，就是给我泡水泡完了。没有阿华田啊，谢谢小星星的荧光棒。乌龙茶今天特价。怎么双十二也提前这么多天就开始了？我记得今年双十一10月1号就开始啊，11月1号。就开始。今天9号也提早了很多，提早了3天。感觉乌龙茶本身就很好喝。要准备溜了，溜了溜了。Hello， 拜拜。谢谢幽灵漫步的荧光棒。怎么就快走了？我偏不。谢谢乌鸡的平安果。绿茶味。谁喝都是绿茶味吗？谢谢南风不知意的胸针，谢谢你。八八六。